里面是不是小三啊？我不是啊，我不是啊，是啊，一个很好的故事来的，同埋做一些我真的第一次做的东西，第一次大家会见到我亲热气就是逆天啊，是啊，没错。跟谁啊？跟啊Fred 有啲緊張嘅，係啊，咁就都好好嘅阿 Fred。咁我因為我覺得佢個仔咧好得意，咁所以我幻想佢咁樣都係冇錯，都唔係好尷尬，因為佢都好專業嘅。啊，導演啊 Leo 咧，即係我哋一齊喺度對曬，我都冇試過呢個劇度好客氣，即係我可能老啲啲就覺得好過癮。我會喺入邊結婚咯，係有個好大嘅婚禮。著過咁多隻婚紗有冇話，即係唔想再著婚紗拍嘢？怕咗？唔會嘅，都唔會嘅，著得我靚咪得咯，係咪先？係啊，現實中啦，係咪都快啦？事業為重，事業為重。未有計劃。咁都好多嘢都未想，即係好多嘢都想做啊嘛，即係喺公司入邊都好想，好多角色想嘗試，咁未試完又點可以咁快咧？係咪？